欢迎收看本期 PPT 动画教程，我是本期课程的主讲老师周立鹏。有些同学可能要问， PPT 可以做动画吗？它不就是用来演示文字做汇报用的吗？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，它可以。我们先来看几个 PPT 动画的例子。没错，这些动画都是用 PPT 做出来的，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？在这个系列的课程中，我会教你如何使用 PPT 制作出可以逆袭 AE 与 MG 动画相媲美的效果，让你的 presentation 更有震撼力，将这些不可思议变成现实。那么事不宜迟，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课， PPT 动画素材的制作。大家知道，一个好的动画离不开丰富的素材，这些素材都是怎么来的呢？现在给同学们介绍几种方法。第一个，合并形状；第二个，使用 AI； 第三个，通过插入自定义形状来进行编辑，强壮我们的右手。下面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三种方法。合并形状，首先我们边演示来边讲解一下。我们插入两个形状，然后再插入一个矩形，我们分别给它填充一个颜色吧。那么联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层形状与下层形状融合为一体。选中这两个形状，选择绘图工具格式选型卡中的合并形状联合，可以看到这两个形状现在融为了一体，变成一个整体的形状。组合就是删除上层形状与下层形状交集后融为一体，就是说把圆和这个矩形它们相交的地方删除掉，剩下的部分就是最终的效果。那么选中两个图形，然后点绘图工具格式工具组合，可以看到相交的部分已经被删除了，这就是组合的功用。那么相交是什么意思呢？顾名思义就是取它们相交的部分，也就是重合的部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相交，你看就是刚才矩形和圆相交的部分被我们截取下来了。那剪除就是从你先选择的形状上删除后选择的形状，这个是讲究一个先后顺序。如果你首先选择的是圆，然后再选择的矩形，那么当你点剪除效果的时候，它会把矩形给剪除掉。那如果你先选择的是矩形，后选择的是圆形，点剪除的话，它会把圆形剪除掉。通过合并形状工具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利用这些功能，你就可以组合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形状。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画。乍一看很复杂，但是你从本质上分析一下这个动画，首先分析一下这个动画的素材组成。那么它是由四个完全相同的月牙形旋转90度以后组合在一起的。那么下面看一下我的制作过程。首先这是我事先画好的两个同心圆，然后再画一个与这两个同心圆水平方向相切的一个圆形。大家可以通过这些调一下是否相切，然后再画一个垂直方向上与这两个圆相切的一个圆。那么观察这个图形，现在这个月牙形已经出现了，大家看是哪一部分呢？我用黄色的区域来标示出来，大家看就是这一个部分。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黄色的月牙形给剪裁出来。那么我们怎么剪裁呢？用最简单的方法，我们把这些形状全选，然后点击拆分，
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形状联合在一起，点击联合形状，那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形状已经出现了。剩下的工作就是以此类推，将这个组合以后旋转90度，我们再通过刚才的方法来剪裁出我们所需要的形状，然后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和平形状除了完成图形动画素材的制作，还可以制作一些矢量文字相关的动画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有关矢量文字的一个动画，这是一个招招动画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素材都有哪些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由红色的矩形框和一个带有镂空效果的文字的黑色矩形框。那么这个动画的素材关键就在于把这个镂空的效果制作出来。那么现在演示一下如何将它制作出来。首先我们需要插入一个矩形框，我们填上想要的颜色，然后插入文本框，输入我们想要的字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它放大一下，文字和形状调到合适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点击组合形状，大家可以看到镂空的效果已经做出来了。那么如果说我们点击的不是联合而是相交，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哎，出现了。我们编辑一下顶点，可以看到它是和自定义形状是一样的，可以任意的编辑形状。为什么要教大家这种方法呢？矢量文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它进行编辑，填充颜色或者改变形状，利用这种方法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可以制作出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字，让你的动画大放异彩。下面我们介绍第二种素材的制作方法，使用 AI， 全称叫做 Adobe Illustrator， 是设计师必备的矢量制图软件。下面我们讲一下如何利用 AI 来制作我们需要的素材。在设计 PPT 动画的过程中，像这种图片只能通过图片工具对颜色、艺术效果、亮度、对比度进行有限的调整，无法任意的修改形状、填充颜色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动画。好，那这个关键就是制作出这个手势。其实这种手势不需要我们自己做，只需要在网上下载一些手势的素材，然后自己加工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事先在网上已经下好的 AI 格式的素材。那么如何利用这些素材呢？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需要的手势，然后直接把它拖到 PPT 当中。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方便。好，这个手势就可以用了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仍然是一个图片格式，而不是我们想要的可以任意编辑的形状。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点击右键组合，取消组合，它会提示你这是一张导入的图片，不是组合，让我们来转换成图形对象。好，我们点确定。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已经起了变化，它是一个可以编辑形状顶点的一个图形，可以任意的被我们编辑。那么当你取消组合的时候，其实它这里有一个透明的框，这是不需要的，你可以删除掉。我们所需要的素材就做出来了，然后对它进行颜色的更改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动画制作了。好，这是第二种制作素材的方法。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第三种，
就是用鼠标来直接鼠绘的。很多素材都需要亲手来制作，所以用鼠绘还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来介绍一下如何鼠绘，它所需要的工具是什么。插入形状和编辑顶点，这是两个经常所需要用到的工具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动画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一个小刀是完全由 PPT 制作出来的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些都是可以编辑顶点的一些自定义形状，都是我用鼠绘一点一点的画出来的。那如何编辑这些形状和插入这些形状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插入形状，然后选择合适的形状，我们在这里插入一个圆角矩形来做刀身。圆角矩形的两边有一个锚点，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改变圆角的弧度，来以便满足我们需要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只需要对它填充颜色，然后再增加一些立体的效果。好，这里就不跟大家介绍了。那么我现在跟大家制作一下这边的一个小刀，剩下的两个小刀由同学们课下自己练习。好，首先插入任意多边形，画出这个刀的轮廓来，找到刀的关键点，然后单击确定，锁定这个点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刀的大致轮廓都已经描绘出来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圆弧，这个圆弧怎么实现呢？我们编辑顶点，点击这个关键点，那么它会出现两个控制点，控制线的弯曲程度。那么当你点住 Alt 键的时候，你可以控制单边的曲度，按住 Shift 键，你是同时控制两边的弯曲程度。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的操作只是说控制单边的曲度，点住 Alt 键就可以，然后调出大致的形状，同样按住 Alt 键控制这个点，来拖到我们想要的形状，哎，这样就大致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课程所学的内容。 PPT 动画素材制作的三种方法，第一个合并形状，通过联合、组合、相交、拆分、剪除对形状进行处理。第二个使用 AI 将现有的素材进行转化为我所用。第三个通过插入自定义形状、编辑顶点、鼠绘任意形状，强壮我们的右手。以上就是本期 PPT 动画教程素材制作的主要内容，我是主讲老师周立鹏，感谢您的支持。